如是我闻，亦是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奇都觉山中与12000位大比丘在一起。那时世尊神采奕奕，容颜清净美好，全身放射出以力的光明。世尊，您今天容颜清净，光芒四射，我从未见过像您今天这样殊妙美好的样子。我想您一定有奇特殊胜的佛法要为大家宣讲。善哉阿难，我以无尽的大悲心哀悯三界一切众生，所以到这世界来广传圣教，为的是拯救世间的无知众生，使人们了知真理，获得利益。佛法难得之遇，无量亿万年才会出现一次，因此阿难呐，你要仔细地听，我现在为你宣讲佛法。在过去久远不可思议无数劫前，有定光如来、光远如来、月光如来、旃檀香如来分别出世教化众生。之后有一位释自在王如来出世，他教化众生住世42劫，那时有一位国王听佛说法后豁然开朗，发起了求证佛道之心。他舍弃王位出家为僧，号法藏比丘。这位法藏比丘才德过人，勇猛精进，无人能及。他来到释自在王如来面前向佛求教，世尊，我发起了追求无上正觉之心，请您为我广说经法，我当以此修行成就清净庄严的佛国净土，令我于此世速成正觉，拔除生死之苦。如你一直以来修行一样，你自己应当知道该如何去成就庄严佛土。成就庄严佛土的意义很深奥，
我的水平还不能达到。唯愿世尊为我广说诸佛如来的净土以及成就之法，我听闻后当依此修行，去圆满成就我的佛土。就算斗量大海之水，经过无数劫的坚持努力，也能舀到海底，获取海底的珍宝。若人能至心精进，求道不止，也必能取得成果。有什么愿望是不能达成的呢？于是是自在王如来用神力向法藏比丘展示介绍了210亿佛国净土，并讲解这些净土中由于众生善恶不同的差别而形成了净土的差别。法藏比丘听完是自在王如来所说的这些清净佛国，并全部考察后，便立下最宏大的誓愿：为了累积成就庄严佛国所需的功德，他心无旁骛地足足修行了5个大劫的时间。世尊，我已经完成了庄严佛国净土所需积累的功德修行。你应该宣说你的大愿，令一切大众欢喜，让菩萨听闻后能到你的佛国净土去，满足一切众生往生净土的愿望。好的，世尊，请您明察垂听，我将具体宣说我的大愿。当我成佛时，我的佛国净土中没有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这3种恶道。国土中众生寿命终亡后，也不会堕入这3种恶道。若不能实现这一誓愿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愿我佛国净土中的众生都具有紫罗真经的不坏身体，具足圆满的32相，容貌形色全都端正清洁，平等一样。如果国土中众生相貌有好坏和美丑的差别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愿我佛国净土中的众生皆得宿命通，了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无量劫发生的所有事情。愿皆得天眼通，见闻十方无量佛土。愿得天耳通，听闻十方无量诸佛说法。愿得他心通，了知十方无量佛土中众生的心念。愿得神足通，于起念一刹那即超越1000万亿佛土，能成佛神力周游无量佛国，供养诸佛。若不能实现这一誓愿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我的佛国净土中
没有不善的概念。所有众生都具有专注宁静的意识状态，得不退转菩萨的正定之具。若有人生起了想的念头，妄以自身为我，贪执计较，堕于烦恼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愿我放射无量光明，遍照十方无量世界。我的寿命无量无边，我国土中众生的寿命也是无量无边。除非自愿减寿，长短自在。若不能实现这一誓愿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十方无量世界诸佛若不共同称颂我的名号，称赞我净土的功德美好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十方世界众生以至诚之心相信喜爱并渴望转生我的佛国，乃至只有十念亦可。除了那些犯忤逆重罪和诽谤佛法的人之外，若众生如此而不得往生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十方世界众生听到我的名号，专心系念我的佛果，发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功德，至诚发愿回向求生我国。命终之时，我与菩萨大众将出现在此人面前，接引他往生。若不能实现这一誓愿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所有往生我佛国的众生，最终一定能达到一生补处的候补佛位，除非他本人发愿自在而化，为救度一切众生，披弘誓铠，积累功德，行菩萨道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，教化众生觉悟正道，修习普贤横愿之德。若不能实现这一誓愿，我终不成佛。当我成佛时，我愿让我国土中的菩萨获得一切智慧及辩才无碍。若不能实现这一誓愿，我终不成佛。我见超誓愿，必至无上道。四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我于无量劫不为大施主，普济诸贫苦，誓不成等觉。我至成佛道，名声超十方，究竟迷闻，誓不成等觉。迷与身正念，敬畏修梵行，至求无上尊，为诸天人师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
法藏比丘在释自在王如来前发下这些宏大誓愿后，就深住于真实智慧中，勇猛精进地专心修行。他所成就的佛国宽阔广大，具足一切庄严之相，能令一切众生成就功德，超过任何他方佛土，而堪称最胜第一。法藏菩萨是已灭度的过去佛，是目前在世的现在佛，还是尚未成佛呢？法藏菩萨现已成佛，名号为阿弥陀佛，又名无量寿佛。他的佛土在离我们往昔十万亿佛土的地方，名为极乐世界。他成佛到现在已有十个大劫的时间了。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以金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砗磲、玛瑙这七宝铺就大地，宽广平整，光芒闪耀，微妙神奇，清净庄严，超过十方一切佛国净土。那里没有须弥山、土石山等山岭，也没有大小江河湖海、沟渠井谷，但凭借佛力，想见则能化现。那里没有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，也没有春夏秋冬的气候变化，不冷不热，舒适调和。阿弥陀佛威严神奇的光明无比宏大，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他光明显赫，普照十方佛国。不但我今天称赞他的光明，十方一切诸佛菩萨、声闻缘觉也在共同称赞。若有众生见到或听闻阿弥陀佛的光明威神及功德，并能日夜称名诵念，至心不断，就可以随愿往生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的光明威神殊胜美好，我就是昼夜不停地讲说一个大劫的时间，也无法说尽。阿弥陀佛长久无量的寿命，无法说清，也无法计算，因此他又被称为无量寿佛。在阿弥陀佛的道场里，有巨大的宝树，高达400万里，树干粗硕无比，周围一圈便有5000由旬，树枝向四方伸展20万里。这菩提树由一切宝物自然合成，千万种色彩交相辉映，发出无量光芒，照耀无边。当微风徐徐吹过，树上的枝条便发出无量妙音。七宝树任意一种妙音，都胜过世间帝王的音乐千亿倍，在十方世界的音声中最为第一。如果有众生看见了这宝树，就能获得三种法忍之力：一名音响忍，二名柔顺忍，
三明无生法忍，这都是由阿弥陀佛的威神力而形成的。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具足清净端庄的形象与美妙的声音，神通自在无碍。他们的宫殿、衣服、香花、饮食、各种用具都犹如天界般丰足，随需求意念而化现。想吃东西时，七宝合成的钵器自然化现面前，各种风味饮食盛满钵中。这些美味佳肴并没有人真的食用，仅仅是看见饮食的色泽，闻到香味，意念中就自然饱足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，全都住于正定之具，必定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没有邪定具和不定具。十方世界无数诸佛都在称赞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不可思议。众生只要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能升起欢喜信心，对阿弥陀佛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并将所有功德善根至心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样修习便能随其行愿而往生，在修行路上永不退转，直至最终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。但唯独犯下忤逆重罪或诽谤正法的人除外，这样的人是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。阿弥陀佛威神无极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没有不赞叹的。在十方世界无数佛国中的菩萨大众，都会到极乐世界去礼拜供养阿弥陀佛，并听闻宣传他的教法与经典。西方极乐世界中的菩萨，最终都将达到一生补处的后补佛位。除了那些为众生而发下宏大誓愿的菩萨，他们以誓愿的功德而自行庄严，将去救度解脱一切众生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声闻众，身上发出的光可以照亮一旬之地，而菩萨的光明可以照亮百由旬之地，其中有两位菩萨最为至尊，一位名为观世音，另一位名为大势至。他们的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，时常随顺众生的智慧宣讲正法，对极乐世界的一切事物没有自我占有的染着之心，进退来去无所羁盼牵挂，随意自在，不分彼此，毫无争讼计较之心。这些菩萨身心柔软调伏，绝无嗔恨，对一切众生都怀有大慈悲的饶益之心，
无有厌倦懈怠，他们熄灭了一切烦恼，行菩萨道，成就无量功德。他们不知厌倦的一心求法说法，修六合敬，行法布施，忍辱持戒禅定精进智慧之力全部具足，恭敬供养无量诸佛，且常被诸佛所赞叹。极乐世界中的声闻和菩萨的功德智慧无量无边，是无法说尽的。然而世间人们在此痛苦不堪的五浊恶世，计较琐碎无益的势利俗物，勤苦劳作经营生计以求自活，无论男女长幼，有钱没钱，都在为房子财物衣食忧心。获得财富的人不得安逸，害怕灾害损失，偷盗抢夺，害怕冤家仇杀，债主催逼，这些忧惧使清净的本心消散磨灭，充满烦恼郁闷。欲求不满的人身心劳累，坐立不安，常在痛苦中生活。这些不肯行持善法的人，命中后只能孤苦伶仃的轮回，连转身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世间的父子兄弟、夫妻亲眷，生死离别，无限哀痛，因为彼此恩爱思慕，忧念纠缠，导致累生累世辗转轮回数千亿劫无法解脱，真是痛不可言，令人怜悯。你们应当深思熟虑，富贵荣华是不可能长久的，最后都将离你而去，离去时带来的只有痛苦，没有什么可称之为乐的。你们应当远离各种恶业，选择善事，勤奋修行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能得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则能智慧明了通达，获得最大的功德。千万不要随心所欲，亏负经教戒行，落于人后。如有疑问不解之处，可以提问，我会为你们解说。佛陀是人天至尊，佛所说的法无比善妙，仔细思维世间的众生，确实如佛所言。今天承蒙佛陀慈悲开示解脱大道，让我们耳目开明，获得度脱，我等大众没有不欢欣鼓舞的。弥勒菩萨呀，你修菩萨行度众生已经很久远了，从你得道以来已过了不可计数的时节，你与十方众生久远劫来辗转轮回忧苦之事不能说尽，直到今天只与佛陀听受经教，还得到阿弥陀佛的妙法，真是太好了。我要帮助随喜你的菩萨善行。你现在可对生老病死的一切痛苦生起厌离之心，
毫无乐趣之念，下定决心端身正行，多做善业，积功累德，精进明确的发愿，今后往生极乐世界，去享受究竟无限的快乐，与法界正道相合，永离生死之苦。承蒙佛陀殷重教诲，我等当专一精进的修学，依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诸佛世界中的天人自然行善，很少作恶，容易接受开导教化，唯有此五浊恶世有种种巨大的苦痛，我现今在此作佛教化众生，欲使他们舍掉恶行，去除痛苦，解脱身心逼迫之事，降服化解痴迷之心，让他们手持善行，获取福德。我哀悯你和诸天人民，胜过父母意念孩子。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作佛，用善德来攻破恶行，拔除有情生死之苦。我离世后，经法佛道将逐渐灭，那时人心缠邪狡诈，重新作恶，各种痛苦也越发剧烈，难以言说。阿难，你如果想见到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，就应当起立面向西方，恭敬礼拜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愿亲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及诸菩萨声闻大众。世尊，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有多少证得不退位的阿惟越智菩萨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呢？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有67亿不退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们已如弥勒菩萨一样供养了无数诸佛，还有不计其数的小型菩萨，也以修行的功德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不但我们这个世界的菩萨将往生极乐世界，其他佛国的众生也将往生极乐世界，十方世界无量佛国中将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多到不可计数。仅仅称说这些佛国的名字，用一个大劫的时间也说不完。有人若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能发起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礼敬阿弥陀佛，当知这样的人得到了大利益，将获得无上功德。要知道，有多少菩萨欲听闻此经而不能得呀？若有众生能听闻受持此经，就能于追求佛法的无上道中不退转。因此，你们应当专心信受持诵宣说奉行。
我现在为你们说此经法，是想使你们得见阿弥陀佛和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。你们应当尽力去求取，不要等我灭度之后又生出疑惑。在未来经教灭尽之时，我以慈悲哀悯之心特留下此经在世百年。那时若有众生得遇这部经，随其心意所愿，都能够得到救度。佛出于此世，是千万年难逢之事。佛说的经法更是难得听闻，连菩萨的种种殊胜修法也很难得到。就算遇到善知识说法后，能去实践修行也不是件轻易的事。你们听闻这部经，能乐意去信奉受持，更是难中之难，实在是没有比这更难的事了。因此在我的法中，如是做，如是说，如是教，应当真心信受，如法修行。世尊演说此经后，无量众生皆发无上正觉之心，有千万亿众生得到了清净法眼，22亿众生证得阿那含果，80万比丘断尽烦恼证阿罗汉果，40亿菩萨证得阿惟越智不退果位，以他们所发弘誓的功德而自行庄严，最终必将成佛。那时3000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光明普照十方国土，百千音乐自然冥想，无量妙化从天而降，弥勒菩萨及十方诸菩萨大众、长老阿难与诸大声闻、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欢喜无量，信受奉行。